西晋八王之乱后，皇室衰微，群雄并起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。汝南太守王弥起兵叛晋，世代相传的少年女英雄荀冠娘，就生活在这生灵涂炭的战乱年月。 师父，您请这边走，奶奶病又重了，我爹才让我请您的，爹为了照顾奶奶，都赐超半个多月了。官儿，嗯，大战将至，如此安静，绝非正常啊。哦，房山的人听着，为何不走正门？走正门？ 走正门，他们就真成正人君子了。师父，你这锁套何时教我？不急，等把这几个小贼收拾了再说不迟。你儿。 母亲，冠儿现在去请上官师傅了，一会儿就到。那冠儿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女孩子。 前院查看，千万不要惊动徐老夫人。师父放心。啊，荀将军，上官先生辛苦了。将军不必客气，容我先给老夫人把脉。冠儿呢？适才府中来了几个宵小之徒，冠儿正在跟他们理论。理论？是刺客。 夫人肺脾同病，久病体衰，如今洛阳城朝不保夕，老夫人难免会受到惊扰。 阴损极阳，导致阴阳俱伤，病情危重，但若能静心休养，在事已药时，暂无大碍啊。先生费心了。以老朽之见，将军当为令堂寻觅一座静谧之处，安生养息才对啊。父亲，师父。哦，将军。 老夫人是阴阳两虚，五行离散，必须用补天大枣汤方能救命。若要此配方，老朽诸药俱备，只是缺少新鲜的麋鹿角。师傅，您说哪的路好？我去补来。如今城中哪有活路可补啊？麋鹿本来就稀少，况且洛阳城被困多日。
城中早已断粮，所有的活物啊，都被老百姓抢去充饥了，就连皇家御苑里养的麋鹿，也被那些饥民杀掉果腹了。这边如何是好啊？还望先生救人就撤。啊，城北邙山翠云峰的邙云草堂，羊又麋鹿，将军只需差人找到草堂，报我姓名，自然会。 有求必应。蹑足潜踪者，不是君子所为。嘘，小夫子。 逃打是吧？你要是考虑能带上本少爷，在下自然就不声张了。但你去也可以，但我就怕你不听话。换上这个，你我二人即刻出城。这是叛军个个如狼似虎，女公子虽会一点花拳绣腿，但若是想闯出城去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所以你我二人只能装成泼皮小孩混出城去。 叔父，求求你让我们出城吧，我奶奶病得太重了。婉儿，北门出不去，你们从东门出去吧。谢谢叔父。爹，刀剑无眼，您多保重。
人往外抬。
そう。据《晋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记载，荀冠字冠良，又有其节。晋建兴三年，平南将军荀嵩屯军宛城，杜增引兵围之。荀嵩兵少粮尽，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，既无从出。荀嵩小女荀冠年十三，率勇士于城突围，求救于南中郎将周访。周访遣子周辅率兵与石览合兵一处，解宛城之围。